如我哋日本餐咁，我哋都會用翻一個日本嘅歡迎語嘅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聽到的是你想要多謝會，是不是啊？那時候呢，就小心去個平衡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學到要點樣做侍應咯，誒好悶，同埋咧喺人哋食嘢，自己冇得食咧，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同埋腳軟，腳軟哦，咁呢個都係體驗嚟嘅嚇。原來工作係都唔係好簡單嘅，每份工作都係咪啊？係飛機師。飛機師啊，哦，咁要讀啲咩科目啊？知唔知？英文或者機。哦，嗯。學咗。即係點樣做侍應啊？點樣俾人哋啊？同埋俾人哋好似食完嘢咧，要執翻啲碗咁樣啦、啊。同、埋要幫鋪翻啲台前，同埋嗰啲碗碟，同埋即係要好關注佢哋。咁啊，今日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排餐區。哦，排餐區。做餐廳嘅侍應。哦，點樣做餐廳侍應？覺得有冇難度啊？冇難，會考慮參加其他嘅學習，即係譬如做大人嘅工作嘅遊戲啊，或者課程啊。而家去招呼客人咯。哦。我想。但邊度最難啊？覺得？有好多客人都有時會一齊。要你做嘢。係。哦，咁樣，咁你會點啊？諗住？是不是逐個逐個、啊、哦這樣好，有沒有想過大個做什麼工作啊？暫時沒想到，覺得有沒有難度啊？今天的工作沒有難度、啊、好，你自己都很有信心，有比獎多一點，有信心。